方便的哦，所以建议啦，回去哈，把你工作里面以前写成公式的，尽量把它变成自定函数。那你多多练习啦，弄久了之后啊，你这就滚瓜烂熟了。那些刚开始你也许有些细节，假如就是像刚刚有同学就是像回传没有变零的话，那主要是应该啦哈，直觉猜就是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，它没有用一样。因为你如果没有用一样的话，它回传会漏接啦，丢给他啊，本来应该丢给一垒手的，结果你丢到三垒手去，但当然已经漏接啊。OK，那接下来就是说，如果要把这个自定函数改成范围的话，该怎么改啊？那坊间当然，翻了很多书，其实没有很好的一个说明，那也没有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所以我就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怎么解决哦？第一个，请你把这个方选哦复制。那我习惯复制哦，就是 Ctrl 键按住，再拖拉了。这个招有没有？就是 Ctrl C、Ctrl V 了哦。OK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把那个这个方选改成手机范围好了。哦，那范围的话，其实就是你就在这边增加两个叫范围。OK。啊，记得哈、哦，返还的这个哦，底下也要改成手机范围哦，先改好了，不然等一下之前有同学是上面改了，下面没改，哦，再呢，这呢，电信业者呢也电信业范围，就是我们要三个，我们只要个啦，刚才就是哦，你给我一个范围，可是你来了，这个范围三个东西，那我要怎么去把三个都切割来呢？其实也有个概念哦，将来如果说呢，一个如果今天老是一个范围哦，里面只是。有那个资料，所以必须要做切割。那切方法说，我们是这样，先接到字呢，会先把这个阵列丢给 A 的变数，啊，它一个正变数接收。那我要去抓一个资料，这边有栏，啊，特别重要，一样跟 sales 一样，先列在栏。你要怎么去抓到这个位置哦？很简单，A 第一列第一栏，这个就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A 第一列第几栏？第二栏，好，以此类推，一三有没有？三个就抓到了。那未来如果你有好几个栏，反正一直往后面，哦，那如果你要精简，可能跑个回圈的。不过暂时如果没有那么复杂，你就一二三。啊，如果在有两列的话，也许你选的不是只有横向一列，你有纵向，那你就二三四看，反正最后全部的资料都可以抓得到了。OK。那我们假如只有三个的话，那就是这样做啊。做法哦，逻辑做法怎么做呢？接下来一样哈、哦，就是先一样切到 Visual Basic，啊、哦，把它切到这个 Visual Basic，然后呢，把上面的手机复制一个改范围，改范围，范围。OK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使用者只会给我一个范围，那我就先把这个范围呢，先丢给那个 A 这个变数，那这个 A 的变数名称哦。是自己定的，你叫其他名称也没关系，叫 A、B、C 也可以啦。反正我是取一个名称，比较 array 的缩写嘛，就 A 啊。你打用 array AR 也可以啦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电信业者的资料先丢给他，所以后面的资料，后面的资料丢给前面，它的叙述是这样，后面的资料呢先给他，那 A 就会暂时存放有三个资料对哈、哦。可是我要切它嘛，把它切割开来，所以呢你就把电信业者，他是第一个，就是 A 前括弧一逗点一，用这个来表示第一个资料，用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A 啊，所以这个拿这个来复制好了哈、哦，复制改比较快。区码的话呢，就第二个 A 一之二，末码的话呢 A 一之三，哎，就这样子，好，完成了。所以哈，这一题呢，其实顶多就是多一个什么，把那个阵列哈，把那个阵列呢先丢给 A 的变数，然后透过 A 括弧一之一、一之二、一之三把它做切割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所以其实以后呢要自定函数啊，如果你有很多个资料，而且是连续范围哦，前提是连续的，你不要中间断掉的话。哎，那就没办法啊。如果是连续的，那你就利用这样的方式。那最后呢，做测试，
测试的方式的话呢，我想也是一样哦，就是一样把这个先缩小或者关闭啊，然后不是执行哦，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手机这边啊，一样做插入一个这个使用者定义，哎，这个范围出来了，按个确定，一样去把它刷一下，按个确定，这个时候一样返还，向下填满，结果完全一样 ，OK 哈。 那未来这个function呢、啊，当然呢，其实，可以除了说可以插入函数用之外啦，其实在未来 VBA 哈，你这个 function 也可以让 VBA 来呼叫啦，其他地方也可以呼叫，啊，比如说像常用像表单设计里面也可以呼叫这些函数啦。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把那个 VBA 的两种形式，好，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，利用这个文字函数的。 的部分呢来做说明哦 ，OK， 那第一个就是门号哦，清除这个啊，这个刚刚打错了，没改回来 ，sales 哦 ，OK， 那就请各位试一下，把刚刚的那个函数的部分呢再改为范围，好、哦，那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先把文字与资料函数先这一题大家先到这里好了哈。哦 那再来呢，请各位哈，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，除了就是文字函数，接下来第二阶段也许是逻辑啦。那逻辑是我想是第二重要的，任何地方其实都会需要做逻辑判断，逻辑判断要不要？好，那逻辑呢，当然 if 我想大家都会用啦 ，if， 可是 if 只有两重，就是 true 或 false， 可是其实工作里面会有多重的。 就是，不是 true 或 false， 就是有 A B C D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怎么很多？那如何做多重逻辑？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逻辑里面还有交集，还有连集，哦，那而且哦，交集连集里面还有交集连集，交集连集还有交集连，非常的复杂。那这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了解啊？我想等一下会看。那一样呢，我会先把那个。 Excel 函数里面的解法先讲一下，它大概都会的。再来怎么样，把它变成 VBA， 其实逻辑一模一样，其实写法也都差不多啦。那把刚刚做的部分哦，再延伸到加上逻辑，加上逻辑你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出来了。OK， 那所以请各位先把这边先完成，那这个档案呢先把它关闭储存一下，好，那储存。 之后的话呢，再去开启啊，这个下一个阶段的范例，逻辑的部分，把逻辑打开一下好了。